to. There's a girl and she was walking down the street, singing do what do d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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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um di di. 让我聪明的独立，用自己去爱人。爱爱爱，它消失的好快快快。春夏秋冬，只要和你一起走。中性，然后我们这次就相反，让我们心里比较累，很好玩。跟 Alan 这一次讨论一样的歌，拍起来的感觉，然后他把腰椎呢，拍起来很美，而且漂亮，很美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胖修图了。的时候，春夏秋冬，只要和你一起走，每一个镜头都是真的感动。很久没有这样拍，觉得蛮好玩的。很久没有认真画手，然后被画的非常漂亮，那心情也很好。好舒服哦，没来过。Niki， 小心，怎么回事？怕我跌倒。他们老板更狠啊，小松小博，哇，哎呀，你们是怎么样活过来的？每天被这样毒舌这样毒来毒去的，对 ，OK 吗？其实我们从一踏进这个行业就一路被干掉到现在，所以早就习惯了。对，真的。他有讲过你们好过吗？老师们通常都是会，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表现得很好，他们不会直接赞美我们，但是他们会就是，昨天那个表演。就这样。小松小博，你们太小气了。我觉得新人就是大方的鼓励支持嘛，干嘛不？对不对？你们也很穷吗？出道之前？我们其实比较是就是第一张专辑录完以后，不知道要不要发片。小松小博还有没有下一张？没有，就是不确定要不要出第一张专辑，已经录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公司给我们一些考验。我们要通过三个考验，哪三个？第一个就是有十元单曲，第一个是网元对网络要有那个连署，要通过大概20万人。哇，那他们已经通过20万。对，有通过第一个，第二个就是要在一个礼拜之内卖5000张的单曲卖完。第三个就是每一场活动共有3场都要有600个人以上参加才算通过。但是我们那时候并还没发片，所以大家都不认识，没有通过。你的文蛮难的，你的文法蛮奇怪的。我们那时候并没有发片。对啊，不是吗？就没有发片。对对，好。对啊。可是你这个三个单元
三个考验要经过通过，可是没发现怎么通过的呀？就是困难嘛，就是困难在这里，就是摆明不让你通过了，这样没有知名度，但是还要做一个这样小郑小波玩这种稳赚的，有吗？啊，要把它弄到一个程度，他才要对对对，自己先搞五千张。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常常跑一些活动，像校园啊，那我们就算出片以后还是很省，因为还没有拿到一些版税，就是也是很少，所以我们常常会把校园那个水跟便当带回家吃，对，然后就是隔夜。我喜欢外表不要太出色。恭喜恭喜！这个人外表太不出色。不是，我现在讲孝顺的男生，那就你了嘛，不加孝顺，外表又不出色，就你啦。OK， 就是 OK。其实他每次节目上都这样讲，但是我真的觉得他是外貌协会的创办人。难怪上次我在东区。你在东区怎么样？我上次在东区就是逛街，然后看到他跟一个很帅的男人在一起，跟张杰。是不是真的？没有啦，不是的。啊，真的不是。对啊，都装不熟。乱假。哦，但是还是认识。就吃饭。要哭了。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其实我觉得感觉蛮重要的嘛，就是每次都讲一大堆条件，但往往到最后都不是符合这种条件。他比较喜欢就是高高壮壮，有肌肉。像我这样。你干嘛踮脚？你干嘛踮脚？There's a girl and she was walking down the street, singing doo wah d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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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um doo doo doo, stepping her fingers and a shuffling her feet, singing doo wah d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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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um doo doo doo. She looks good, looks good, looks fine, looks fine, and I'm gonna make her mine. One two. There's a girl and she was walking down the street, singing doo wah d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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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um doo doo doo.Snapping her fingers and a shuffling her feet, singing doo wah doo de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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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um dee dee doo. She looks good, looks good, looks fine, looks fine, and I'm gonna make her mine. 谢谢。这就是美声团体哈，那完全不需要配乐，啊，直接用自己原来的声音唱出来，唱的好不好？超好，谢谢，真是很好听，就是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出他们演唱的一个功力，但是也很难得，这首歌还可以跳舞哦。对，因为他就是在讲一个女生，好，不用这个了。Yes， 就是在讲一个女生，她在走路，然后一边唱歌，一边在打拍子，然后一边在就是跳。